看到大家，然后希望你们都过得很好，然后希望你们都能够，希望有一天，因为我觉得这社会其实对太多的弱势族群来说都不公平的，就像我觉得对劳工朋友来说，或者是对劳动，就对劳动阶级的，或者是对同志族群，或者是对其他比较不符合现在当代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来说，其实过得都相当的辛苦。那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，希望你都可以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不管你是想要成为一个大放异彩的人，或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平凡但是却幸福的人，希望你们都可以保有自己最真诚的梦想，然后成为自己最想要的样子。这一首歌，如果你们有在有看到这次活动官方网站的那个网页上面啊，会有出现。我本来讲我今天一整场都很认真的，就还是没有办法，所以这首歌现在还是破功了。然后那个就也贴过这首歌叫《眼光》。那一开始就是一位同事朋友鹦鹉的故事，然后还有一些我的好朋友们在各个领域打拼的故事，这样子。然后，哎，你在这边哦，嘿嗨，嘿嘿。然后，希望你们都幸福，希望你们健康，希望你们，能够得到社会应得的尊重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适得其所。这首歌《眼光》，希望大家都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，然后勇敢、健康、幸福的走下去。谢谢，我是廖文强。